五板店。刚刚只有这座吗？这里没有不，这没有坐下来的地方。对，就是有这座。啊，所以他，所以他这里的神送电视都直接拿那个最贵的顶级的电视来当这个看板哎，超嗨的，他直接拿那个最贵最贵的那种电视来当看板，来当路边告示牌。对啊，是哪招？而且是量子点的那一种，就是那种一台要快要接近100万的那一种，全部都拿来当看板，是哪招？